据台湾媒体报道，32岁的陈妍希与合作《神雕侠侣》的小4岁内地小生陈晓交往才7个月，经闪电决定私定终身。陈妍希口中夸赞幽默风趣的陈晓使出浪漫奇招。日前在法国巴黎著名的塞纳河抱下游艇，在游河欣赏巴黎铁塔夜景的烛光晚餐中，突然掏出2克拉钻戒下跪求婚，他点头愿意被套牢。10月21日凌晨，他与我爱你谈成喜讯，在游艇上，陈晓掏出2克拉钻戒求婚。据台媒调查，他买的应是卡地亚品牌，2克拉 DIF 顶级，约300万元台币，约合人民币58万元。据悉，9月底，陈妍希飞往巴黎和陈晓合体，出发前曾接受访问，他说对方3大优点是幽默、孝顺、帅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觉得陈晓很能逗他笑，情绪不好跟他聊天都会宽心。问他会不会闪婚，他暧昧笑说不一定哦，可见已把对方当作对的人。